喎，食咁多朱古力，肥死你啊！我參透緊一啲嘢。咩咁巴閉咧？究竟 M 一、M 二呢啲數據對個股市有咩影響咧？此 M 不同彼 M， 點參透咧？乜你冇聽人講過朱古力裡面有豐富嘅黃原醇，食咗之後有助努力提升嘅咩？使唔使咁學術啊？食朱古力啫。想吃就吃咯，喂，我包朱古力啊！ Ken 啊，請你吃啦 ，M 一、M 二揀一隻。唔好啦，怕肥啊！咁噶你，喂，其實我想問咧 ，M 一、M 二呢啲數據咧，對個股市有咩啟示咧？係一定有啟示嘅。咁啊，但係要視乎翻究竟大家對 M 一、M 二嗰個演繹嘅情況啦。咁簡單啲啦 ，M 一其實就係你自己銀包裏邊嘅一啲叫做錢啦，咁再加埋就係銀行嘅一啲叫活期存款。咁 M 二嗰個範圍就會更加廣啦。咁 M 二就包咗 M 一內先啦。咁再加埋銀行嘅定期存款啦，咁銀行自己本身嘅存款證啦，同埋個儲蓄嘅情況喺度啦。咁幾樣嘢嗱，第一樣嘢咧，講緊一個叫 M 一 M 二就係貨幣供應量。其實呢個咁嘅關係咧，就要視乎翻究竟個市場裏邊喺個流動性嘅情況啦。咁一個簡單少少嘅講法就係話，如果我哋見到 M 一同 M 二嗰個叫做增速都喺度，但如果 M 一嗰個增速係比 M 二大嘅話咧，咁意味住啲乜嘢咧？意味住個市場裏邊嘅錢有機會多咗啦。咁有機會多咗嘅話，啲錢走咗去邊咧？咁啊有機會走咗落流咗入去咧股票市場裏邊。咁即係話股票市場咧上升嘅空間或者上升嘅可能性咧就會比較大啦。嗱，不過有一點要記住，就係如果你純粹睇 M 一 M 二嘅數據而去買股份嘅話咧，其實就唔係好得噶，因為你要睇埋其他好多唔同嘅經濟數據咧，先可以斷定而家市場究竟喺咩階段。咁仲有啲咩中國經濟數據對香港股市有影響㗎？嗱，我諗對香港股市比較影響大啲嘅，大家都會留意嘅就係 CPI 啦，消費者物價指數啦。咁呢個指數其實就會左右住，其實係國內嘅政府究竟點樣去釐定嘅貨幣政策。咁如果經濟過熱嘅時候咧，其實就有一樣嘢就叫存款準備金率啦，就可以透過存款準備金率咧去加翻，咁啊令到個市場可以嘅一啲叫流動嘅資金咧就翻入去個銀行體系裏邊。咁翻落銀行體系裏邊嘅時候，即係變相喺個市場裏邊嘅錢就會少咗啦，熱錢少咗啦。咁變相係咪可以做到一個攔腳嘅作用咧？嗱，同一個相反嘅情況係類似啦。如果而家經濟比較低迷嘅時候，咁就可以叫減存款準備金率啦。咁啊，刺激翻啲錢流翻入去個市場裏邊啦。咁啊，流入市場裏邊唔單止愛嚟流入股票市場啦，咁啊，甚至可以做翻其他好多投資嘅一啲嘅項目啦。咁變相就可以令到個市場咧個經濟情況就會復翻起嚟。看來你都不太明白了，吃多些黃元醇補充努力、啊、吃多兩包吧，那連專家都這樣說了，那我吃吧。如果大家有什麼財經上的問題，歡迎 send 來以下這個電郵，我們會有財經專家解答你們的問題的了。